吃点什么？想吃。我猜你应该想吃糖醋排骨面。这个是你吧？啊，啊。老板说过，小天喜欢吃甜的，你喜欢吃面，云霄喜欢吃肉，他比不爽吃面，三肉喜欢吃。这个面菜单上没有，除了你能吃都没别的。那行，那我就吃这个。磕一个！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你自己来，起来！开什么玩笑？你这孩子不真当真了？没哭来，没。我来，小哥。越来越长，那就好了。